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世界很好玩，我是主持人德仪。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拿什么陪你孩子过圣诞。那要是今天你是一个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姐姐哥哥阿姨，你就得听下去了。那圣诞节快到了，最头痛的事情就是为小朋友们选礼物。那专家预测呢，今年的儿童玩具将充满科技智能的特色。那每年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家长们都会绞尽脑汁想该送孩子什么礼物好，而令人满目的儿童玩具和产品常让人挑花眼。那根据专家和专业网站预测，今年的圣诞节热销玩具包括宠物蛋玩具、任天堂游戏 SNES Classic、 手指电子小猴、人工智慧机器娃娃 Lava Bella、 小球包装和打开后各种打扮的 LOL 惊喜娃娃和 Jurassic World 和星球大战，也就是 Star Wars 等系列的玩具。那他们这些都是充满科技智能和经典复古的味道。那财富杂志网站指出，根据 eBay 宠物蛋里的玩具呢，去年黑色星期五就卖疯了，几乎每30秒就卖掉一个，许多人都抢着当孩子的圣诞礼物。那宠物蛋必须需要经过孩子的精心照顾才能自己孵化，那蛋里面只有一只可以跟人互动的毛绒鸟。那手指电子小猴呢，是智能的宠物玩具，它刚进入市场不久就登上沃尔玛跟亚马逊节日的玩具单里。那这个玩具呢，它的彩色很丰富，它手掌大小可以正好套在你的手指上。那电子小猴会对声音和动作做出超过40种的回应。那而且玩具专家人也有预测说，这个玩具未来几个月有可能会成为最热门的节日玩具之一。那根据新闻网站 today.com， 其他那些热销的玩具还有包括 Leapfrog 的冰淇淋推车和 Jurassic World 的 VR 套装。那要买玩具当然先下手为强，最好马上开始为你的孩子抢购最热门的玩具，动作太慢就抢不到了，到时孩子们不爽你也后悔莫及呢。那 Walmart、 Toys R Us、 Target、 Kmart 以及亚马逊已经宣布今年圣诞节最热门的玩具，其中有很多款可能在您开始买礼物之前就被抢一空了。那第一个呢，就是Spin Master 公司的大神奇蛋 Hatch Animal Surprise Twin Papadi， 那它单价是 69.99 元。那这是每个商家列出的最同热门的项目。那基本上这款玩具是大鸡蛋，那蛋里呢有一对宠物等待主人的关爱。那一旦他们一从蛋里出来，他们就会互相交流，它会成长，从婴儿到幼儿再长大成儿童。那除了这个神奇蛋，他们预测还会出 Hatch Animal Collectibles Egg Carton 12 Pack， 它单价是 19.99 元，有一个可以推叠的便携式外壳，里面有12个迷你的宠物，其中10个在蛋里面，2个已经是被孵化了。那第二个就是 MGA Entertainment 出品的惊喜包 LOL Surprise Big Surprise， 单价是 69.99 元，它是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钱包，拥有50种惊喜的玩具，包括小娃娃和娃娃配件。那目前 Target 已经卖完了，你可以到亚马逊也可以买得到。那第三就是 Moose Toy 公司的棒棒糖小狗 Pick Me Pop Surprise Jumbo Dog Plush， 它单价是 19.99 元。那玩具反斗城目前的话已经很少了，用了一个棒棒糖形容的容器，装着一个毛茸茸有着甜蜜香味的七寸的小狗，其实隐藏中口袋里还1-3个令人惊喜的小东西。这款商品看起来又可爱又内藏惊喜，往往一上架就被抢购了。那第四我们要说的就是指尖迷你猴，也就是 Fingerlings， 它单价是 14.84 元，它是个5寸高的迷你小猴子，它有6个彩色可以挂在你的手指上，你要是一摸它或者出声音说话，小猴就会眨眼睛和聊天和飞吻的方式回应。那目前呢，货市场只剩紫色的猴子，玩具反斗城所有的颜色都缺货了，亚马逊也一样，所有的颜色都可以通过标价进行交易。那第五个呢，是我们要说的就是选疑游戏，也就是 Soggy Doggy Game， 它单价是 19.82 元。那这样的选疑游戏往往让孩子们爱不释手，
孩子们一起玩游戏时，移动棋盘内的游戏单片，移到棋盘旁边，然后轮流用水冲洗坐在浴缸中的小狗。那大家要想尽办法，在狗狗大大的摇晃让身体干燥时，周围是没有被水弄湿的。那要记得电池是需要另外买的。那我们第六个要说的就是 Yulu 公司的 Operation Escape Board Game， 它单价是 29.99 元。那今日密室逃脱游戏也越来越受欢迎了，难怪这款游戏称为目标市场最热卖的玩具。玩法是时间到之前，玩游戏的人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三个挑战，假如失败了，游戏将会重新开始。那这个我们要说的是孩子包的公司的宝贝花者 Baby Alive Sweet Tears Baby， 它单价是 49.99 元。这是一个会掉眼泪、微笑、皱眉甚至流鼻涕的娃娃，它可以说英语或者西班牙语，并配有几个配件，包括温度计，让小主人能够好好照顾它。那今年市面还有另一个栩栩如生的婴儿娃娃，是 Spin Master 公司的 Lovabelle， 单价是99元。那这些娃娃在新闻界受到很多关注，所以可能一上架就会被快速的被抢一筐了。那除了为孩子购买礼物，家长们其实你们还可以计划全家在节日的时候去做义工的活动，那这样会让他们养成帮助人和感恩的习惯。那非盈利 教育网站 greatskills.org， 家长们可以登入食物银行的网站和所有在地区的邮片，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捐食物。另外也可以查询行善的网络，来搜索欢迎孩子或青少年一起参加的义工活动。那甚至纽约的 idealist.org， 也就是 idealist.org， 也有不错的义工机会。另一个也是一起行善 doing good together， 网上有很多家长和孩子可以如何一起做义工的帮助和帮助他人的点子。那开心的事情我们就说到这，下面要给你们提几个醒，不是所有的玩具都会给孩子带来快乐，有些玩具带来可能是危险。那 World Against Toys Causing Harm， 也就是 WATCH Watch， 十四日他们有公布年度最糟玩具的名单。今年一个你们应该很清楚，就是很火的 Fidget Spinners 被选为头号最糟玩具。那玩具厂商美泰尔出产一把塑胶材质的神力女超人，也就是 Wonder Woman 玩具战舰，以及一款蜘蛛人 Spider-Man 遥控无人飞行器，都是被设为有严重安全稳忧的玩具。那过去四年来呢，世界反对危险就是 Watch 每年都会公布年度最糟的玩具单，让消费者作为帮小朋友买圣诞礼物节的参考。那他们指出，为什么 Fidget Spinners 会那么危险呢？他们是因为他们有非常小的那个零件，可能会导致儿童受伤。那这个神力女超人战舰呢，是他们可能会过度尖，可能也会导致儿童受伤。那 Marvel 推出的那个蜘蛛人 Spider-Man 呢，他们是有很多那个旋转鳞片，所以可能会导致眼睛或其他身体部分的伤害。那 Toy Association 表示，这年度最糟玩具的名单，对身为家长的消费者来说，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因为在美国国内所贩卖的玩具都必须通过非常严格的安全检查。那玩具协会也有表示 ，Watch 并没有针对名单上的玩具进行实际的测试。那 Watch 主席他也是有说，目前美国对这些市售的玩具所定的安全标准不够严格，这也是为什么每年都会有很大量的玩具都会被下令回收的主要原因。他们也说，从2016年12月，在美国国内就有甚至不到15种的危险玩具被命令收回，那回收呢总数累积到200万个。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那要记得，今年你要给你的孩子、妹妹或者你弟弟或孙子买礼物的时候，要保证不只是好玩，也要是安全的。明天呢，我会给你们带来一个特别的环节。那我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